为庆祝佛诞节，佛光山普门四季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北市南区各分会日前举办祈福活动，并有精彩的节目演出，民众扶老携幼共襄盛举。恭喜以上每一位的获奖人，我们要怀着欢喜的心啊，哥，你们今天来这里欢喜不欢喜？欢喜。我从一进门到现在都一直在欢喜，而且刚刚看到这些小菩萨了，或是我们那些最年轻的那个跳那个什么叫那叫什么舞啦啦队，美少女都非常的欢喜希望大家在今天这个国诞节、母亲节的祈福活动里面，大家都能够得到一个净化的心灵。人人行三好，世界更美好。透过佛诞节与母亲节双重节庆的意义，懂得感恩，净化心灵，祈愿人间平安，世界更美好。吉祥如意。人间卫视台北综合报道。